我知道。对，我刚刚想到怎么那么熟悉？什么啊？从小到大的回忆嘛。那时候是卡通对电风的时候。哦，对。哦，那么熟，然后我很喜欢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恩。大家好，我是尤真。又来到我们的一秒猜动漫歌曲大赛。这次呢，听说有一个高手来到我们频道。总之呢，我们今天再来比赛第二次，好看谁能够在这里面获胜，成为猜歌王。好，话不多说，立刻开始。Pokémon， 好像差不多哎。哎，我怎么变成裁判了？我怎么变成裁判了？这样啊，敢不敢猜拳啦？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神奇宝贝。刚开始是 Pokémon 了嘛，对不对？反应也太快了吧！我先刚输入我的脑袋，但是我的手来不及举起来。CPU 太慢了，先举再说。我们最一开始知道的就是小智先拿到那个第一只是皮卡丘，对。然后我们在那个电动里面，然后就后来出那个 Game Boy， 对。那我们有个对手叫做小帽，小帽，对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准备要拿的时候，他就把我推开，然后他就拿饮料来，只是这样的，好像是吧？我好像玩了一版是绿版吧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要绿版，竟然绿色的就拿那个妙花种子。然后他很故意哦，你拿妙花种子还是拿小火龙，他故意克你那个属性。然后我真的很喜欢神奇宝贝，那个叫什么？先举再说，先举再说。那个玩偶游戏，对，哎，对，我刚才想到，对，玩偶游戏，对，我刚才想到怎么那么熟悉。那个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就是男主角，然后女主角就跟电视演的是差不多一样，说会不会一样的发展？真的假的啦？我冷淡一点，我是雨山。哦，对啊。那你知道三奶有经纪人吗？大他很多岁，这什么黑鸡吗？没有，那是蜡笔小新。阿林，就是阿林啦，阿林。好，小一方。为什么话没有得到这个分数呀？好，下一题。再一次猜拳。剪刀石头布，哦哟，忍者哈特利。哎，我都知道啊，但是我反应没办法这么快。男生嘛，反应就是会比较快一点。忍者哈特利也是我国小看的，他其实跟哆啦 A 梦那个时候是同时期，我都喜欢看。都喜欢看。对了，哈特利还有一个弟弟，我一直以为是妹妹。心脏啊，因为他声音很像女生。来，我们来考一下他的那只宠物，狮子丸啊。那猫咪呢？隐千代啊。哇！忍术定身术。我是还有一集是哈特利他的头巾拿下来是什么样？哦，对啊，一直想要知道他头巾拿下来，就有时候到底是包大头还是有大头，所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。哦，目前我两分，一分，好像挂蛋之手。好，来吧。什么啊？我想猜，火影忍者。那我也猜一个，海贼王。我知道。我记得这个。我也听过。我听过这一首，可我真的忘记，但它是哪一部？可以再多一点吗？可以再多一点吗？我知道，我听过这首歌，快播完。等一下，我一定要拿到这一份。我需要很聪明，观察力很强。不会是名侦探柯南？第一季，然后他后面就改很多片头曲，所以就混乱。下一题吧。这就换了。剪刀石头布。七龙珠。他刚刚瞬间想说，就是那个龙珠那么闪的那个画面。一定要拿到这份哦。在我幼稚园大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好是演那个娜美克星。我以前会去租漫画，但下一集是什么？就赶快找那附近。哦，了解。你也会吗？会啊。魔法秘鲁秘鲁不是。那个什么？珍珠美人鱼。我觉得应该要给他。
你们知道珍珠美人鱼？我跟我妹以前小时候会因为珍珠美人鱼吵架。吵架，因为我要看就是男生的卡，他想要看珍珠美人鱼。因为那时候就是同学都在讲珍珠美人鱼，我当然会想要参与这个话题啊。反正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一部就是真的很红，又真的分。也终于破蛋了，破蛋了，下一个。两个字吗？猎人。对。我是国小啊，然后那个时候看猎人就是小杰、奇亚，跟那个库拉皮卡。我以前会看到他们打那个天空竞技塔的时候，然后他们会有那个念能力，然后我想说拿一杯水，然后在那边这样看我自己念能力是什么。我真的，我就自己拿一杯水这样，你会觉得真的有，对不对？我就有手掌热热的。反正猎人呢，就是一部很经典的。美少女战士不是，魔法咪路咪路，我先去啊！好，魔法咪路咪路，对。咪路咪路咪路，对不？摇屁股，这部我想看。咪路他是一个精灵王国的王子。他爸要把他送到人间去修炼，女主角她看到了那个商店架上那个马克杯很特别，后来她就泡了乐可可，然后就谜语就出现了。我记得他有个反派，有五个人，他们弹那个三五。厄鲁莫团魔法咪路咪路的字典。破魔法师，先猜拳，剪刀手，不不不啊！哎，竟然我就在输哎！骷髅魔法师，我以前都以为我自己小狼，别闹了。我画一副那个骷髅牌，我也有哎，有，它就一整盒，那个时候书局都会卖。小英她不小心打开封印之书，小可就诞生了。她打开骷髅魔法牌。就飞出去，一堆就飞出去，所以他就是要把那些魔法牌给收集好。哦，好，又只得一分。下一首。3, 2, 1。可乐冰城。那时候是卡通最巅峰的时候哦，对，比如说它是六点播，然后可能六点半你就会播你想要看的，看我就前半小时就会看它这样。哎，真的很红哎，因为那个是 Kero 军草，它是有一个红，还有是红色的青蛙，它每次都拿枪。对对对对，它也是黄色的时候，我有看啊，有看小看这样，我也有。那个灵异教室审美，这一部我才刚讲，好猛。你知道我到小时候有看吗？然后到了那个大学，就我们那时候认识的嘛。Uh-huh. 然后我这半夜的时候还把它再重新追一次。我看到我会怕。那时候还特别去那个租 DVD 过来看，我们有电影版什么的。都是什么？我有点忘记什么。对啊，那个蜡笔小新啊。从小到大的回忆嘛，他每一部的剧场版那是都有看，你有看吗？剧场版我有看，森巴舞的那个，對對對對，然后烧肉汁什么的，他怎么跟屁股？对，好，小一分，我小一才几分啦？六分，我才两分呢。所以我是来踢馆的吗？不会让你踢馆。好，那个哦，哆啦 A 梦。就是最经典的，就是小时候到现在的回忆啊。我每次五点半看一次，六点半再看一次，对对对，重播。然后从28台看到12台。大家都讲笑话的时候都会讲，哆啦 A 梦是什么颜色？人数啊，但不是，是红色，因为昂昂昂。有没有听过吗？昂昂，没听过吗？好像有。好的。如果哆啦 A 梦有一个道具，你会喜欢挑哪一个？任意门啊。除了什么时间站？
时光机算吗？哎、欸，我也是常拿时光机耶、欸，到过去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小时候的自己，然后谁欺负我自己就扁了，扁那个。时光机可以，就是不管哪个时间，哪个时间都可以去，所以任意门的确很不错啊，但是就 for 现在。好，来喽，我一分，耶、yeah ，下一题。我猜了，我知道是王一凡吗？不是，那个乱码的分子。对。我知道了，会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在同一个身体里。对，然后碰到冷水跟那个热水会变形。但是我比较印象中是因为以前我有玩那个乱码的游戏，对，它里面有个熊猫，我觉得才有印象的。下一个吧。我听过，这是什么啦？但这边有公仔。我在找。我只转身。不是。哦，我乱传灵魂。对。哦，哎呦，那么熟，然后我很喜欢嘞、欸。灵魂真的是一个很闹的一部动漫，就超好笑。反正这一部真的我觉得如果很好，如果有压力，我去看这部可以消除压力。我只记得就是大家分享是它很好笑，然后它有那个出过真人版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又是哪一分？この想いを消し那个钢点。贵宾仔。好像是国中还高中的时候，好多人在听。以前是说看这部可以学到东西，可以什么元素加什么元素，可以练成什么。好，耶、yeah. ！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分数呢，第一名呢是小恩，拿了8分，哇、wow, 哦，可以吧？可以耶，一半以上，半以上都是你在拿，哎、欸，你好狠哦！可是我觉得说看不如说比较常听的，你听的时候你会想要知道这个歌是哪一部的、啊、哦，这样。第二名呢是有真，是吧？ Yeah. 这一名就是在下我，可以3分，也不错啊。为什么今天我会那么弱嘞？而且我还猜拳也是输你，不然那些分数我还猜来的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，喜欢的朋友们按下订阅按钮。今天是小林呐，有新的影片立刻通知你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拜。哎、欸，你们有看过有一部叫《霹雳酷乐》吗？看过啊，他就是拿那个加里特什么什么加，那这首歌超快的，对。然后平常是一只很可爱的猫，对。它后来有变机械，还有暴走，对，真暴走，对，是那个一半机械，我不知道。它好像是全机械，全机械啊，被改造吧。